什么叫秋季？男人怕的。哎，镜头来了，来，这次非常谢谢异乡人刘一凡 ，My bro，对啊，心情啊，我其实有点紧张。我通常早餐都是吃完的，我刚吃一半而已。大家好，我是黑鱼，我是沈嗨，我就只是一个灵验啦。然后等下就是大家在跳的时候，我就。好，哎呦 ，baby， 我觉得第二次 MV 呢，感觉比第一次还要就是新战车一点。哦，新战车，不知道大家接受了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有点偏那种大的派对歌，但又有点偏比较另类的、很锵的那种曲风。对，我等下会跳，但还好，因为等下华晨先跳，我先看他出球。啊不，我的原始设定是现代吴彦祖，然后就这边吴彦祖三点，蟑螂须这样，吴彦祖三点，你知道他是什么？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漫画《老夫子》我跟雨婷刚认识的时候是一起主持，对，很好笑。哎呀，他跳舞怎样？超鸟，一定超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达。秀吉男人派对里面，我饰演的是一个卤蛇的至尊，我整个人的造型是一个武林高手。但我们刚刚发现，我比较像是 LINE 的贴图，是吗？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很仰慕阿达了。对啊，讲这样子，幼稚园，你们在停车场拍影片，我就在看你们。阿达这次跨到了。我要诠释出一个卤蛇至尊应该有的至尊的自信，但我又同时是一个卤蛇，所以那种心灵的感觉是拉扯的，并且扭曲的。要拉一些跳舞夸张，跳舞跳舞。基本上呢，华晨派 MV 我每一场都会到，无论如何每一场都会到。今天来的人有阿红、戳地、口一口、泳装大魔王、黑羽，没有叫我毒哥，叫毒哥、毒王、台湾毒王、台湾毒王、新璇，嗨，我是新璇，新璇老爹，老爹，老爹，沈深，哎、欸，都没有想错名字哦，怎么样？异乡人，我是玩 game 的异乡人。长得这么软弱，来在这里你闯下了大祸。我穿成这样救急的丑，凭什么自称救急的头？启动，来，我们暖男的主角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哎、欸，就重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拍摄比第一次还要硬，很硬。其实我以为这一次会比第一次还要快，不过我觉得今天很感谢大家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感觉到就是同舟共济，有没有？大家一起有志一同出来，真的是要靠朋友。很多朋友都对，很多朋友都来帮我们，对，真的，有点感动。谢谢。救急，救急男人。